今天是小胡的2年级成果展，我们刚才7:30在小胡过来，现在在妹妹跟夫人过来。8:50才能进去吧，今天带着蓝牙自拍棒，这么远，去年被卡拉后面拍不到小胡，这样就可以去拍小胡。因为我是珊珊，我这里今天我来到姐姐的学校，要看姐姐双胞仔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参观。Go。 等一下，问一下，你家你跳舞在哪里？在我们那边。这里，我在这边先卡位。刚好在我前面。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穿这件有鱼的衣服？是啊，20上面有鱼的图案。 来准备，有阿姐举手，大家好了没有？好。太喜了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要把我们看到我们孩子的这个神采奕奕。好，掌声欢迎交换歌谣。请上来。
全部都这么麻烦。喜欢还要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